一个夜校生放学后，在公车站等最后一班车回家。车子摇摇晃晃，学生慢慢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一阵阵诡异的叫声吵醒。司机怎么不见了？那车子怎么还在动啊？鬼，有鬼啊！哎，少年的呀，请拜祭啊，拜托的啊，来到上帝的啦。